湾这三四十年来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那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绩，主要是很多人在这块土地上的用心跟努力。在冈山路主附近有很多螺丝工厂，那大家很努力的做，很节省的做，南部人努力又不太会花钱，也不会浪费钱，如果要浪费钱早就不在了啦。台湾没有工业，拢中国人做做产业，做产业是要中介这个工业的时候，这个非常艰苦。你怎么说日本都啊战败了，所以日本对这个工业台湾拢无帮嘛。所有的工具啊，吼，啊是迄钢材啊，是沿岸各方去，所以这民间都无用着。所以阮咧做是哦，艰苦，足艰苦的啦。差不多拢用手工的啦。台先就是做炭钢尔啦。炭钢做了，时间到啊，竞争才出来啊。所以我有机会从做按这白铁的，啊，白铁的老师傅。全世界迄种啊，拢无人用新机械咧做法，因为用拍呐，伊速度紧，伊一分钟会当做两三百粒嘛，所以因此啊，足好赚。早期台湾根本连不锈钢都没有，那你技术当然从到日本去取经啊，当然开始获利很大，后来也会慢慢面临到那个竞争啊，他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说去寻找一些产品比较没有竞争的，然后制程也比较复杂的。所以他才那时候去日本买了一台很复杂的机器，然后价钱很高，2000万，我想嘛，算是几年前嘛，我想那时候一个房子好像是5万块嘛，他们讲说如果那时候去买房地产哦，可以买一整条街了啦，但是我爸爸讲不对啊，我们做事业的，我们可以一直生产，他觉得说，我们应该去做产业，做实业，去生产，去创造财富。我们家的这个芭乐，我觉得真的是超好吃的，特别好吃。他们说那时候成型机的那个声音啊，蹦蹦蹦，好像就是在印钞机一样，一个声音就是多少钱，一个声音就多少钱，一个声音就多少钱。啊，我若无开条钱咧，未发展。我进业务安尼哦，就是你有加爱设备新的机械，到我当升级公司就对了。我即摆唔啊少想，拢当做主动。你做一个主角者人，你若无判断这个代志出来吼，第一点，时机地利，过产品就对。你看我菲律宾，我去遐30几天啊，我去我第四间哦，我现在个剩我一间店啊。我做代志就是要有坚信啦，未使失败就对。我觉得这佛像是超棒的，而且非常稀有，宋元之间的一个观音像，这么细的东西，经过这也是将近1000年都没有损坏，你如果不小心把它弄坏了，你是什么责任？以前是对美的喜好啦，我就是很喜欢美的东西，那后来慢慢的，因为你之前有一些买卖，我觉得价钱也都蛮好的哦，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个憋着你死，那我到现在我反而说好像变成一个使命。很多文物我自己能够碰到是很幸运，那我觉得我有那个责任应该把它整理然后弄成书，我大一就开始买了。我本身是那个台大园艺系毕业的，要退伍之前看到报纸在征人啊，星光三月啊，那时候还没开，那考试他就通知我去上班了。我对这个艺术品有兴趣，可是艺术品呢是有价的，你需要钱，那我母亲就跟我讲说，你
回来自己的公司，你自己赚钱了，你自然就会有钱啊，不然表示你对这公司也不热爱嘛。最主要是说我带了一些跟他们这个原来工业公司不同的一些经营的方法到这公司来，尤其跟业务这一块，跟客人互动这一块。你怎么会大大人会老哈，真的现在是真好，目前很好，以后啦，甲农业国家啦，佫成长起来，还是已经大约可能就叫大师资本啦，伊拢会甲市场抢了了的。所以你无管伊抢无抢啊，你佮爱升级啊，我要做啥物件，重点落去这里，佮会当存在啦。在2008年后，我曾经设定说，我台湾要做到100亿。的确，到2007年的时候，我达到了68亿。可是后来因为一场金融风暴之后，从68亿，然后变成马上跳成40几，好像我记得就这样子掉下来，掉成20几。开始疫情真的大爆发是在2月份嘛，4月、5月，我就突然之间客人好像不见了。在这个公司30几年，我是有点焦虑。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11月开始，我突然在 5G 的零配件上面，我突然那个订单是爆发式的成长，就说你都一天都不能 delay， 下单的时间非常的短。后来发现这单子越来越大，大到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在那个景气那么差，大环境比较不好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是又继续投入更多。你都爱无工过，人做才是开我的时间。我头壳有一点上好点，我拢会惊神咯，惊人个头前啦。我有一点个观念伫个啦。啊，我有借多，奉你借多啦。哦，我借多是赚个钱，员工爱分偌济，干部分偌济。最主要就是红利分配啦，这个上重要。我满足啊，我有够用就好啊，我不要太多啦。当中我那个生了太多不行啦，哦。自家人啊，伫社会安定安得啊，公司安定啊，像我高分啊咧。对金钱来讲，虽然他自己讲，他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但他就说很多钱，他就多给员工多发一点。他也是这样要求我们，他说：“啊，你们够用就好了。”有将来那都是一只那个小虾米，但是他什么东西都要用到啊，你就要靠自动化、智慧化、省力化。一定会继续下去的啊。